A mima jest admin.进去之后就是这个，然后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这里 ，OK， 好，可以。我进到工作模式，设置到第三种。嗯，好。设定，然后进入到 Learn 设置。嗯。然后搜索网络。选择一个，选择连接，输入密码，确定之后，看这里的连接状态，看是已连接还是未连接，等待它连接。那连接状态连接成功就可以，然后这个 IP 地址这里显示已连接上，然后 IP 地址还是这一个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个地方先把它停用，然后再把它进用，再把它启动。改变了这个新的 WiFi 的那个 IP 地址，先停用，再启用，再启用。嗯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打开一个网页，找出了一个 B。